现款做工更加精细，这个其他的这个电镀啊也会好一点啊，两个一对比知道了。对，今年的话是世界杯这些的产品的话是特别忙，可能会增长个20%-40%那个样子。原先的话就是一条流水线的话就四个人，现在流水线增加到六个人，然后原来的话就是上10个小时，现在基本上上的是13个小时，因为不加班加不点的话这个货期也赶不上来。陆陆续的订单一直是满的，就是满负荷的。这个每天基本上发货2-3车吧。国内呢一般都要在十月份以后，那么可能会起来一波行情。发货的还是属于一个高峰期的，涉及到体育的用品呢，明显的货量就增加了。中东呢，欧美、南美的，像这些足球啊，比较热的地方啊，这些地方比较多了。仓位的一些情况都不是非常稳定，那么本身世界杯的产品它又有非常强的一个时效性，我们选择的航线都是直达的航线，它没有中转，它可能会有10%-20%的时效的一个提高。